这个节目异常的精彩，表现形式是我们厂前所未见。我好像听到了好多期待的声音。然后这个时候，这个大胖丫头不知道从哪儿啪一下子就把英子给砸地。做梦啊，还是穿越了？1981，我还没出生呢。我妈。哥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。我爸。喂。一家人。想认你做姐夫。小叶子。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？就咱这组合一出场，观众肯定要疯了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妈，这你上去啊，我上吧。我亲自出马的话，他们多多少少能给我点面子。你是李焕英？李焕英！四遍了，记住没？还没记住？再介绍一下这个精彩的节目，名字叫做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行了。